在里面了吗？把文件导进去。你给它开一段吧，一段一段开，不行吗？那个新交的文件吗？这是切割的，先做切割的。切割的。小一点儿。在那儿就是。不对，不知道是不是焦点。好了啊，不对，焦点不定了。啊，嗯，等等，这是个底片啊，红了就行了。嗯，底片儿，咋的？不是，我这看着是底片的，就这样打出来就行。你可以把效果再调好，就是它的效果还可以再好。对，你可以调的好，那调就调调的好。刚刚你那对比度，就是扩展里面的对比度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为什么光到这边变弱了？你再往下就。没事。是因为电的下面。因为它这个。它这个变形了。嗯。因为这个这都是一卷的，然后用切割机裁下来的。嗯。这个好了吗？嗯。它这儿应该是个什么标志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看一下，咱们毁了，又忘了选点。选点很重要吗？我不懂。算了，切了就切了，这天太晚了。这切太晚了，哎呦，太丢了。说他下午上班之前要给交工资，那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收工了，上班没给交工资，上午。这老远吗？坐公交。我今天打车来花了50多，没赶上班车，刚到就是晚上就走。你们？卖一台机器就挣不了了，没事。对呀，你卖一台机器不挣不了，这也卖不出去。卖呀，硬卖。你不是卖好几台去了吗？真是的，别和我们那一天没卖出去。现在没有，不，都在家待着。花鹅鱼都归你管。我们两个。我
知道说俄语不就？这个差不多了。你走不动了，你还关那些线还能出去？哦，不用等，现在这么大了。就切到下面去了。我那行了，我停了啊。光头，嗯。那你说应该什么？